我们现在应该算是朋友吧。你没有听说过能走到分手这一步的两个人就没有必要做朋友了吗？那也有人说，如果分手了还想做朋友，其实是想换种方式继续关心对方。有些话我只想跟你聊聊，上面想把我派到深圳去，你怎么看？好事。为什么？我听说那边的总经理要离职，让你过去不就是要接他的班吗？升职有什么好犹豫的？换作是我，我会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你还想升职啊？为什么不想？我的意思是高处不胜寒啊。你不会以为我这么努力想要做出成绩是为了酒店的未来这么冠冕堂皇吗？那配得上你的男人越来越少。怎么样算配得上？至少跟你买的东西不会比你拥有的差。二位好。你好。这边看一下，是我们品牌最新的对戒款式，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有没有能够送给长辈的生日礼物？这样的话二位稍等一下。谁的生日？ Sam 姐生日啊。你该不会是忘了吧？我真的是忙忘了。也是，你是一个连自己生日都会忘记的人。二位看一下这款。还有别的选择吗？那您稍等。谢谢。你跟三敏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怎么沟通交流。刚入行的时候三敏告诉我，干销售这一行做人比做事重要，可我到现在都没有学会，销售也没有做成。像我这么没有眼色的人，谁会愿意跟我保持无用的联系？这款看一下。三敏姐肤色白，金色她应该会更喜欢。你送的礼物你定就好。算我们俩的。不必了，也不合适。就这款吧，麻烦包起来，谢谢。好，稍等。就这瓶。师傅，跟着前面那辆黄色的车。二位先看一下菜单，我等一下来帮您点餐。好，谢谢。来看看，想吃点什么？给我杯咖啡就行。原本只是觉得有些话当着陈家谦的面好像不太方便，所以才约出来的，也不是为了来吃饭的。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好像误会了，我要跟你解释一下。你完全用不着跟我解释，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放心啊，我不是一个多事儿的人，昨天给你发那条微信其实已经有悖于我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原则了。只是戴茜茜是丁慧乔非常好的朋友，陈家谦呢又是我的员工，所以我才觉得有必要多这个嘴。我和家谦不是你想的那样。麻烦你以后称呼他全名。我们这个职业呢有些特殊，也有一些敏感，除了专业能力以外，眼力劲儿、分寸感、进退自如的能力好像更重要。明显家谦好像没有锻炼好这个能力，所以接下来如果你还要结这个婚，
相关的事情我会来接手。那你这么做，不是反而让我跟佳倩之间尴尬了吗？你和你的佳倩这样，应该才叫尴尬吧？你怎么来了？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不是见客户吗？我约的他，想聊两句婚礼的事儿。是吗？我已经到你工作室楼下，想当面好好问清楚。什么叫我希望你尽快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啊？你又偷看我手机啊？我没有偷看你的手机，而且这也不是问题的重点。什么意思啊？后半句是什么呀？这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啊。提醒你什么？你想提醒他什么？我想他好好处理你这个甩手掌柜和我们工作室之间的关系。结婚是大事情，每一个决定都需要很慎重、很用心。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这个小小工作室可是负不起责任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要骗我？啊？你们偷偷摸摸干什么呢？哎。好好说话啊！我们光明正大在饭店里边坐着，哪儿偷偷摸摸了？光明正大是吧？好呀，你刚才手机给他看什么呢？里面内容是什么？你这个样我真受不了了。你去哪儿，刘科？回来，刘科！刘科，你等我一下，你走这么快干嘛？刘科，刘科！把话说清楚，有什么话没说清楚？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翻我手机，不要翻我手机。我没有翻你手机，我真的是不小心的，手机就放在旁边，我就不小心看到了。干嘛呀？解释一下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总要说清楚。如果真的误会你了，我心里也会很难受的。那你就不要胡思乱想、瞎误会好吗？你难受，我就不难受吗？刘哥，你是我的未婚夫，他随便一条微信就立刻出来跟他约会，我没有权利问清楚吗？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我没有什么把柄，能不能不要这么敏感啊？什么态度啊？我工作已经够忙的了，还有婚礼上杂七杂八一大堆的事等我处理，我烦都烦死了。人家就是看我这样，所以来跟我确认一下，别耽误了你的幸福。他就是我们两个的婚礼策划师。他有什么资格确认我的幸福啊？好，就算他是好心，你也不能因为他的质疑就犹豫跟我结婚了吧？刘科，我要跟他解约，我要换一家婚庆公司。西西，我活得已经够累的了。你能不能不要跟我闹了？能不能给我省一点心？我怎么不跟你省心了？你为了他骗我，不能问清楚吗？我们两个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结婚这个地步。刘克，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不管是谁站出来挑拨，我都不会罢休。你要干嘛呀？我要给乔乔打电话。我要问清楚温如雪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你别闹了，你别给她干什么？我要给乔乔打电话。别闹了，你去哪儿，刘克？等我一下，刘克，给我站住！
你不心虚，你为什么不敢说？我一点也不心虚。那你说。我就是不想承受你的无理取闹了，你天天跟我这么闹，我真受不了了。如果你不信我，咱们这个婚大可以不结。来晚了还是出去早了？不早不晚，足以成就一段完美的约会。又续上一个，缘分到了，我也没辙呀。晚安，美人。等一下，我有事问你。听说你今天去找刘科了，这不像你的风格。这戴茜茜还挺会打小报告的。哼，他找的我，不过呢，我确实提前试探了他一下。我就跟你说了，刘科对佳谦肯定没什么的。不要那么相信人，容易啪啪打脸。刘科这一系列反应，基本什么都不用说了，已经彻底交底了。所以，你就和西西吵起来了？他怎么跟你说的？你没看他那样，跟炸了毛似的，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让我想起我念大学的时候，每一段恋爱，我都希望谈的山无棱，天地合。那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自信和单纯，真的看着欠抽又美好。就别笑话他了，我是在保护他，好吗？不是，你们现在搞成这个样子。那他们的婚礼还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愿意继续交给我来弄，我肯定尽心尽力。再说了，放在我面前的钱我为什么不挣呢？真希望你那小姐们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那你还找什么男朋友？男人解闷呗。那别人解闷只会自找郁闷。我的每一段感情绝对都源自内心最本真的热爱。每个人都有值得被爱的部分，尤其是他们有趣的灵魂。这么说来，我们家雪儿还真是长了一双非常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漂亮眼睛啊，还总是能够找到自己最热爱的部分。只可惜，这每一段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试错的成本稍微高了一点。哪有一上来就是对的？所以不存在什么试错。彼此真心呢，就愉快的爱一场。一旦觉得对方开始计较，开始成为对方的负担，那就好聚好散了。反正呢，我不会脚踏两条船，更不会去破坏别人的婚姻。放心我了。刘科，刘科，雪在吗？您是戴女士吧？
您今天不用上班吗？我辞职了。哦，是准备安心做个全职太太吧？温如雪什么时候来？这个点她应该快来了，不过今天没有她的工作，可能就不来了。如果您有什么事的话，我可以给她打电话的。打，让她立刻来。哦，那您稍等一下。我看你挺好一小姑娘，奉劝你一句话，离温如雪这种人最好远一点。免得学坏了掰不回来。哦，早，姐。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了？你去干洗店把婚纱取了吧。好。想到自己，为什么我总在的时候怀念你？不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躲我远点儿，怕什么呀？我有什么好怕的？怕烫着你。如果你还是因为昨天的事情要跟我纠缠不清，我劝你就不要费劲了。刘科昨天应该跟你解释过了，如果你还想结这个婚呢，奉劝你选择相信他。我劝你最好离刘科远一点。求之不得。婚礼我们不办了，退钱吧。没问题，全额奉还，已经花了的部分就当是我随份子钱了。该给的会给你的，装这么大方给谁看？一会儿我就把钱原路退回，你可以走了吗？哎，你等会儿。你是来找他办婚礼的？我劝你最好离这种人远一点，摆正你自己的位置，不要辜负你的新娘。要不然这样吧，你到我楼下去摆个摊，拉个横幅，你这样一个一个通知，效率太低了。你看他那副嚣张的样子，一点礼貌都没有，不要给自己惹麻烦，赶紧走。哎，别碰他，劝他可来不及了。过来，早餐。他已经是我的人了，既然你有你的人，就不要去碰我的人。是你的人，谁都碰不了。要是有人能碰，我劝你呢，好好自我审视一下，是不是你们的内部本来就有问题。戴小姐，什么早餐啊？三明治。爱吃狗粮啊？这个太凉了。那我去给你热一下啊。好。走了，各位。嗯，老板。怎么着？走吧。懒得回去。你陪我喝酒去呗。不行，我今儿有约了。哎，不是你这干嘛呀？还没结婚呢，就开始这么恨嫁了？要不这样吧，我带你跑路得了，隐姓埋名，逃出戴家包围圈。我看行，就今天呗。你还能笑得出来就行，赶快回去啊！别做无意义的挣扎。叔叔阿姨好。又告状，怎么可能？叔叔阿姨来了，怎么不提早打个招呼，我好早点回来。我们出来办事的，顺便看看你们。
我妈是怕耽误你工作，对吧，妈？嗯，你是不是喝酒了？啊，我跟同事谈事情，陪他喝了一点。我们刘科平时从来不喝酒的，但他有个哥们儿特别能喝，叫段旭，对不对？特别讨厌，老是拉他喝酒。叔叔阿姨还没吃饭吧？这不等你呢嘛，结果你，哦，你是吃过饭了的？怎么可能呢？说好了陪我一起吃饭的，对不对？晚上想吃什么？我还没吃呢。啊，这样我去炒两个菜，马上就。不麻烦了，一会儿出去吃点吧。对，出去吃啊。你不是说想请我爸妈吃附近那家餐厅吗？我们去那吃好不好？拜拜。我们没问题，只要你高兴就好啊。只要你们喜欢就行。啊，走吧。哎，行，走。走。我去拿包。包。走。大哥，来，再陪我喝点。那必须的，我敬您叔叔。哎，不用站起来，哎，坐吧坐吧。哎，少喝点。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好，来，嗯，坐吧。你们也吃啊。来，闺女。嗯，刘克，哎，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哎呀，一家人一起吃个饭，谈什么工作呀？这么长时间没见女儿了，你就不知道关心关心她的情况？哎呀，是啊，宝贝女儿，你啊得多吃点儿。我发现你最近是瘦了。没有。哼，我看你就是瘦了。这个工作的事儿，别想那么多，辞了就辞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自己的学习一定不能放松。知道了吧？怎么好好提我学习了？哎，人这一辈子都要学习。刘哥，吃吃吃，来，哎，动筷子。叔叔阿姨，这么晚了就别回去了。这么短的时间打一个来回太辛苦了。你们俩好好的，我们就不觉得辛苦了。这样吧，找时间你们俩一块儿回去看看吧。好啊，爸妈，你们在路上的时候抓紧时间休息会儿吧，爸明天还要工作呢。那我把这个放到车上去。哎，不不不，这个我就是买给你和西西吃的。哎。嗯。东西呢？哦，把这个拿上，买一个大点的房子，免得以后有了孩子，房子小，孩子再折腾太麻烦了。叔叔，这个绝对不行，房子我肯定尽快买的，您一定要放心，这个真不行。不要逞强，你们年轻人还在奋斗，我们做长辈的支援一下。也是应该的，不是别的都行，叔叔，这真不行，真不用，真不用。这你看这孩子，哎呀，拿着，大街上一张银行卡推来推去的，像什么样子？好了，我们走了啊，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不要让我们担心啊。放心吧，妈，爸，路上抓紧休息会儿啊。那可了啊，慢点开车。好，妈。你怎么了？刚看你就不高兴了。你说话啊。是不是因为房子的事儿？你不用放在心上的，我们可以先在这里结婚，等你攒够了钱，我们再买房子。我爸妈给我们卡。就是因为我结婚总要有点心意嘛，你收下他们就安心了，
我们不用着急花的。哎妈，儿子，在家吗？嗯，在呢。西西爸妈刚走吧？您消息挺灵通啊。你这孩子，人家是好心和我说一声。西西爸爸给你外公联系了一家疗养院，这两天就住进去了，还帮咱们付了钱。多少钱啊？你告诉我，我好还给人家。这是怎么了？哪来这么大情绪啊？咱家一直受西西家照顾，你要知道感恩，不要惹西西生气。我和你爸也没什么本事，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房子的事儿，房，能不能别跟我提房子了？不是你花了人家多少钱，你跟我说，你要钱也跟我说呀，你干嘛可怜巴巴去要别人的施舍呢？妈，你别让我在你们面前也抬不起头。是阿姨吗？你不要这么跟他说话，他会伤心的。房子的事情真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你不要有压力吗？好不好？我求你了，你们一家人能不要在我面前再演戏了吗？你也不要总用施舍的态度跟我说话，行吗？我受够了，我真受够了，我受够了！戴欣欣，你知道吗？在我心里，我跟你分手100次了。你说什么呢？我说，咱们分手吧。我配不上你，我从一开始就配不上你。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家非要培养我这么一个傀儡，而不就找一个从根上就更好的人呢？你说什么呢，刘科？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你很好，你特别好，你真的很好啊！你没有配不上我，你怎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在一起跟我家没有关系，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才在一起的。你不要这么说了，是我不好，我以前太任性了，我没有学会当一个好妻子。你放心，我以后不会了，我会努力做好的，我会跟我爸妈说，不会让他们给你压力了，好不好？你不要生气了，你刚才说的话就当作没有听见，你收回去好不好？西西，咱们为什么总要把简单的事情那么复杂化呢？其实，咱们一开始的时候，我真不是因为你们家条件才喜欢你的，但是就是这些年吧，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每一天倒霉的日子，让我对你的感激就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给磨没了，那你说我对你的情分一点没留下，那是假话。但这与我要付出的忍耐相比，已经完全不值得一提了。你的爱让我觉得我自己窝囊，让我对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感到绝望。每一天我都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西西，我求你了，你放了我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这5年的感情，我对你的爱，让
让你活得很窝囊是吗？我觉得我活得特幸福的这五年的感情，对你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和忍耐吗？戴西西的访客上门，请问您认识吗？哦，认识，让他进来吧。不好意思啊，戴女士需要您下来一趟。啊？哦。谢谢你啊，师傅。哎呀，你怎么就这样跑出来了？啊？闭上。本来以为下个楼就可以回家的。谁知道他现在都没有追出。好了好了，先上去再说吧。先把鞋换了好吗？关如雪呢？我还是先走。别想那么多，你住你的，嗯。走，带你去客房。再见。我帮你去拿毛巾，还有牙刷。我求你了，你们一家人能不要在我面前再演戏了吗？你也不要总用施舍的态度跟我说话，行吗？我受够了，我真受够了，我受够了！戴欣欣，你知道吗？在我心里，我跟你分手一百次了。悄悄，
你说我跟刘可真的完了，吵架时候说的都是气话，不作数的，别往心里去。 你说那个温如雪使了什么花招？为什么刘珂突然就变成这样了？西西，我向你保证，雪儿绝对不是那样的人。虽然她平时看起来确实有那么一些不着调，可实际上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有原则。她是一定不会主动去破坏别人关系的。嗯，她要是不主动。 就是刘珂自己动了心思。我之前常看那个公众号博主说过，一个男人在一段稳定的情感关系中，如果没有新欢，即便厌倦了旧爱，也不会主动说分手的。刘珂会这样，真的不是因为雪儿。 我的意思是，你们之间不存在第三者的问题。我们不存在第三者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真的出了问题。那个温如雪不是什么好人，她为什么非要跟你住啊？ 你又不缺那点房租钱，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看我这房子，这么大，空着也是空着。这个地方离雪儿的工作室也近。西西，她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有的时候成年人的世界里，更需要的是陪伴。 人来了，又没有给你们挪地儿啊？别这样，我知道你是为了他好，还被他误会了，很冤枉的。嗯，我倒不在乎什么冤枉不冤枉的，我跟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辫子计较什么呀我？我就看不了他一副受气包那样儿。那天还好是我，如果是佳倩。 还不定怎么耀武扬威、撒泼打滚呢，我们家小姑娘可受不了她那一套。唉，你说我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偏偏是我最爱的两块肉，怎么就掐起来了呢？你放心吧，我不会主动招惹她的。人家连手机都没拿就冲出来了，我看啊。 估计得把它放在家里养个两天。那咱俩得说好了啊，他要是主动招惹我，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 刘珂要是想挽回，他找不到人。 我没有老公，他也给他。嗯，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谢了。嗯。您好，您申请的呼叫成功。啊！我需要你们近三年的销售数据报告。 你们上次给我的是截止到今年的第一季度为止，一直都没有更新，赶紧处理吧。嗯，小乔。嗯，丁总，我看到微信了，下午的会议取消，所以我刚好请老刘有时间重新做一份。记得，别在原本的基础上面改，重新做一份吧，改是没有意义的。好，丁总，那我做好之后发给你。嗯，先这样。
在你面前，我就像个废物一样。我倒想当个废物，无奈我的生活不允许啊。啊，怎么不允许啊？你要是愿意回家认个怂，哎，别提我们家了，那是他们，与我无关。哎，好吧，反正你能干，你聪明。哎，我就像个笨蛋一样。哎，你走错了吧？我一会儿有个会议要开，就不回酒店了。你就在楼下的咖啡厅等我，中午一起吃个饭。嗯，好吧，反正像我这种人也只配吃个饭了。不是你，我们俩也不会吵架，不会吵架就不会分手。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看看。自然。某一天，突然间发现，从来没有永远，就请别再留恋。真心爱着剩下。